陈凯轩，欢迎。鼓励鼓励，大家晚上好。哎呦，过来几年啊！哎呦，你们晚上好，丽丽、佩佩姐姐你好，浩浩哥哥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朱文弟啊，你看这个龙的公司龙公会啊，你跨年了。哎呦，那今天那是你可以正常的声音，正常的。大家好，正常的啊，这样哦，正常的，讲咯，讲咯，讲咯，那你讲多一点，讲多一点。大家好，吃饱不？哎，这样就不好听了。这样就不好听了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比较好听，刚才那个哦，这样子比较好听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那是规台自头到尾，自头一个公尺，到上尾一个公尺，讲话拢安尼，哎呦，咱的骨头拢酥了，袂定啊！哇，真好！真好！来，我们的凯旋，今天要跟咱唱什么歌？我跟咱送进呀，是门口进来。说起耶，信女陈凯旋，恰里门安是几月几号生日？三月一号。几月几年？什么几年？几年？2004年，不是1920年，不是18，也不是19，是吓到我。20拢造出来了，我跟你讲，咱两个，我跟你讲，咱19啊，讲20。我跟你讲，咱两个家己吼，什么拢梦想着，梦想着家己吼，哎呦，衰皮，衰皮去出个皮，对啊，太老了，20的哈，是20，然后今年就读什么课程？大众传媒哦，大众传媒在哪？什么学校？什么学校就读？什么？在什么学校读？马来西亚啊？什么名？什么名？不是我，你忘记了？你妈妈给你钱去读书，都读到不懂什么学校？我只懂他的 short name， 他是 MDIS。哦，这 MDIS 我们这里也有啊，也有，对，厉害哦，不错，又会读书又会唱歌。我也是有读大学，哪一个大学 ？NTU。哦，真的 ？C。社会大学，我们全部都嘛读社会大学。对，所以说到社会大学，佩芬的社会大学念的比较久了，六岁就念大学，懵懵懂懂，也是很好的。OK 啦，别办，经验丰富啊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凯轩，带来什么歌？